只与命运相伴，新的篇章与你开启，在同个世界，同一片天空下相遇。时间孕育了什么？无限浩瀚的宇宙，以及两个不同的平行时空，我们能看到什么？相爱的两个人，无论相隔多远，都会跨越时光的洪流相遇。有些篇章从下笔便有了结局，有些缘分冥冥之中已经注定。而梦境便是通往那个平行世界的通道。你到底是谁？林九九，你先把你的口水擦一下啊。你是不是觉得我的讲课有问题？没有啊，我扣你分。啊！不要不要不要！为什么这些年我经常做同样的梦？德国数学家莫比乌斯发现了莫比乌斯环。我叫林九九。清北大学中文系大二学生，大学两年了，一直期待不一样的大学生活。可是，我还是努力做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吧。活在那个奇怪的梦中，其实也挺好。关于这个平行宇宙，我们曾经有名知名校友张宇博对这个课题有着深入的研究，最终呢他是离奇失踪。哇，好可怕呀。哎呀，这一群不淡定的女生。居然和我梦里的那个学生一模一样，不会那么巧吧？我一直都是这么觉得。干嘛呢？出去！干嘛？我还想再听听你今天上课对我说的那句话。什么话？就是那句你真的好帅。给我滚。我说的是他，不是你，别在那儿自作多情。我的心碎了一地。我以为你和其他女生不一样，没想到你也是个不切实际的高级动物。与其去赞美一个失踪多年的人口，不如来欣赏一下我的事儿。现在给我出门，右转，不许回来。我能走吗？我那能走吗？
刚才没有这本漫画书啊。大姐，你都崇拜他崇拜到花痴的程度了。张宇博是二十年前的人，更何况他二十年前已经失踪了。这本漫画书一定和张宇博有关，我要把他接走。哎，你干什么去？哎，等等我。哎呀，张宇博呀，张宇博。你真是个漫画天才，只可惜啊，可是为什么你这个生活跟你教室里的不一样？男生宿舍呀，哎，这是在哪儿啊？我是在做梦吗？男生宿舍，我不知道。今天好像是突击检查，你是来查卫生的吧？哦。不过你怎么都查到张宇博身上去了？还查得这么仔细，你胡说什么啊？你没有。你到底是谁？你到底来干什么？这不是我在图书馆借的那本漫画手稿吗？难不成我真的进入莫比乌斯环的平行世界了？那现在是哪一年？哎，玉博，别这样。再怎么说，人家也是女孩子嘛。行，交宿管办。哎，你们干嘛呢？哎，你是怎么进来的呀？我也不知道。我知道，他是检查卫生的。对对对对对，我是检查卫生的。你蒙谁呢？生活部的那批学生早就走了，你到底是干什么的？张一博，他怎么进来的？这得问您吧。啊？问我呀？在我眼皮底下，一只苍蝇都飞不进来，更甭说一大活人了。你那点小九九，我早就弄清楚了。你俩是不是谈恋爱？我不认识他。我认识你。你是清北大学心理专业的学生，家住浙江丽水，1978年出生。哦，对了对了对，你还是摇滚乐的主唱成员之一呢。你闭嘴。老师，我真不认识他。我认识你。哎，对对对对对，你们俩这跟我唱双簧呢是吧？跟我走啊，跟我走。
姓名？小九。我问你本名呢？林九九。年龄？二十。是他带你进来的？不是。哪个系的呀？今天是1999年9月20号啊！我问你是哪个系的呢？没问你今天是几号，你别跟我这装糊涂。嗯，中文系。哦，中文系，王大力老师，我就说嘛，新来的老师。一会儿啊，我带你去王老师那边，你们在宿舍里搞这种事情。性质是非常恶劣，按校规校纪，那是要开除学籍的，知道吗？老师，没那么严重吧？你的事儿，我一会儿再跟你掰扯。老师，我错了，我以后再也不敢了。你要不你打我吧。我承认，是我带他进来的。要开除就开除我。嘿，这臭小子还真像个爷们儿，有点我当年的风范。谢谢你啊，张玉博。你别误会，我帮你只是不希望看到你被开除学籍，毕竟大家考上清北大学都不容易。我希望你以后别再来骚扰我。我不管你是怎么知道我玩乐队的事儿，但我希望你不要说出去。哎，我是从你漫画书里看到的呀。不过，为什么书里的你给人感觉这么孤僻呀？有病！失踪？哎，张宇博，你等等我，我有重要的事情和你说。张宇博，我告诉你啊，你过段时间可能会失踪。你才失踪呢，神经病吧你！张宇博，你一定要听我的，你一定要好好保护你自己啊！小九，别再跟着我，好吧？哎，张宇博，张宇博，你咋的呀？哎，张宇博，我知道你最喜欢的乐队是日方乐队。什么呢？我们在同一个宿舍住了一年了。啊，走啊！怎么了？大考，我觉得会考这道题，咱们背一下。要是不考呢？哎，不考就走。哇，我在这儿也要099。哎，小灵通哎，这可是古董级别通讯工具。这不是最新款吗？咱都在用啊。男朋友啊？废话，大叔和小萝莉。什么大叔和萝莉啊？哎，你可真够前卫的呀，在我们那个年代才流行大叔和小萝莉呢。刚才那个人是我们新来的语文老师王大力。王大力？嗯，就是那个王大力呀。没想到你居然喜欢王老师啊。哎，等一下，你们难道不觉得小九很奇怪吗？连自己的语文老师都不认识。嗯，他刚才连我们俩都不认识了。真的？不行，我得回去。哎哎，这不是才刚回来吗？复联里面说过，莫比乌斯环时刻都在变。万一我要
要是回不来，不就可惜了这次时空之旅的机会了吗？嗯，我得留点纪念。你们仨找我什么事儿？雨波啊，嘴唇触碰嘴唇的一瞬间，啥感觉？怎么又是你呀、啊？你赶紧拉我上去啊！你小点声，别把宿管一把引过来。吵吵什么呢？这大晚上不睡觉的。一爸，哦不，老师，我们打蟑螂的。对对对，我们消灭害虫的。好大一只！学校前一阵子不是帮你们杀过蟑螂吗？那怎么竟然还有呢？看来这工作做得不彻底啊。那我得看看。老师，那个这点小事儿，得让他们自己处理就行了。对了，哎，我从老家带了两瓶好酒，要不咱们一块儿尝尝？小胖子，他挺懂事儿啊。咱这宿舍卫生得讲究啊，这事儿下次再说。但你怎么在宿舍藏酒呢？我。下不为例啊，老师，走，咱喝点。愣着干嘛呢？过来帮忙啊！来了来了。你怎么又来了？原来这个窗户不是平行世界的通道啊！那我要怎样才能回到2010年？是那个梅姐，是不是只有找到你失踪的原因，我才能回到我那个时代？我跟你说过了，我不会失踪。你三番五次的来骚扰我，你到底要干什么啊？哟，老张，人鬼情未了啊，这是你上辈子的情人，这辈子来找你，还情债，命中注定啊。不，我来自未来。这么有意思的借口你都能想到，明白。腾地儿。腾什么地儿？你干嘛呀？怎么上来怎么下去啊？哎呦，不要吧。那你先前走。啊，可宿管一霸在外面啊。对呀，不行啊，宿管一霸在那儿呢，我们都会被罚的。喂，你拿着小胖衣服干嘛？跟我出来。啊？哦。老丁。哎。不好意思啊，我就是。认你这个兄弟了，以后啊，人前呢就叫我老师，背后啊就叫我大哥。啊，谢谢大哥厚爱。当然，当然啊。大哥，来来来来，
这喝多了吧？这人啊，这挺瘦的，就一个人刚走过去。我看大哥酒量也不至于死吧？嗯，这好像是不如以前了。现在安全了，你可以上去了。嗯，今天晚上谢谢你啊。哦，对了，我有个问题想问你啊，就是像你这么优秀的人，为什么漫画风格却是黑暗系的呢？你是不是受过什么打击？跟你有关系吗？我不管你是怎么偷看的我手稿，但我希望你不要说出去。还有，请你以后别再来烦我了。你是一个女孩子，还是要稳重一点。张宇博，我没有。你烦不烦？老张。一彤啊。你说你怎么这么狠心呀？又拒绝一个这么可爱的女生。不过，我这个学妹怎么会跟你表白？她可是我们专业出了名的高冷女神。她，高冷。嗯。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别动手动脚的，你是女生。好好好，就你这种生人不近的性格，我都不知道怎么会有女孩子看得上你。那些姑娘是眼睛都瞎了吗？你新琴谱练得怎么样了？放心吧，妥妥的。走吧。零食怎么就成了你小时候的味道了呢？说了你也不明白。对了，跟你们打听一件事儿啊，就是有一个女的，她这边编了一根辫，然后特别酷，好像还是玩音乐的，是谁啊？你说的是我们的学姐林一彤。林一彤，这位学姐可是咱们学校的风云人物，她好像和张宇博关系特别好啊。张宇博，我就觉得你们两个有问题。你是不是背着我们偷偷谈恋爱了？我没有，我真没有。哎呀，都大学了，谈个恋爱有啥不成的？小气。对我的初吻负责。我好想你，我好想你，总是在梦中遇见你。我好想你，我好想你，你这般的人让我的心为之颤动。我还在爱着你，实在放不下的再爱，不要感到孤独，我还在某个角落想着你，我仍然爱着你，书写下的记忆封存在漫画里，记忆无悔。